1993年 ,ICC 开始了守护中国残疾儿童的旅程。在过去的31年里，我们与成千上万名残疾儿童同行，通过各种服务和关顾，为他们带来爱、希望和机会。参与走长城慈善行，穿上运动鞋与我们一起步行，这就相当于你正在帮助残疾儿童，为他们带来所需要的守护与安全感，帮助他们茁壮成长。你知道吗？当你报名参与走长城慈善行，并维持筹款时，表明你正在建造一道长城，守护 ICC 所服务的数百名儿童，这座长城为他们抵挡偏见和排挤，创造充满安全感的社区，让他们得到关爱，茁壮成长。当你参与走长城步行筹款活动时，你是为涛涛而行，为他带来改变生命的物理治疗服务。你的每一步都是为秋夕而行，他是一个曾经被遗弃的孩子，从两岁起就在 ICC 爱心照顾下成长。你也为贵贵而行，见证他在我们的职业培训计划中决选自己的梦想。你为众多中国残疾儿童行，你的每一步都帮助他们向实现上帝给予的潜能有进了一步。请报名参加走长城步行筹款活动，成为全球步行者的一员，一同走在改变中国残疾儿童生活的路途上。谢谢。